两个就比较懒惰的人不一样，我是愿意烫衣服的人，是懒惰。对，然后我个人还蛮喜欢棉麻或是一些比较自然，就是棉麻棉质的做那些比较烫的衣服，对，比较天然素材的衣服。你也知道日系风格里面就是这种东西就是蛮常出现的，然后我个人就是还比较喜欢，所以我去挑一些会需要整理的衣服，那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首先呢，这是我决定要包色，刚刚看完小白穿完白色以后，我决定白色我也要买的那个日杂后开扣的背心罩衫，这件好好看。然后刚刚小白就是有示范正反两面，正反两面都可以穿，然后我觉得就蛮有我风格的名字。然后这种单品 不常见，但又不是那么难找，可是你要买的时候它又没有那么，就是又不是时尚出现，对。然后 日系品牌好像也不是每个品牌都会出这种类似的款式，然后我觉得它就是简单中有点造型。然后像我如果是有穿素色细肩带洋装的话，我也会把它穿在里面变成罩衫式的，或是搭那个西装款西装宽裤，或是棉麻宽裤，或者是牛仔裤都可以。然后对我来说就是简单中又有造型的款，好看。包色，包包包。然后接下来是这个野餐格子羊，这是我也是 Kony， 对，也是 Kony 洋装，就是比较少风格的人接受这种洋装，不过是我会蛮常穿的单品，然后就很舒服，就可能到我觉得到我年纪很大了，我也会这样穿吧，因为就没有什么身材限制，然后很舒服，就很舒服啊。我说不出来他要讲什么，然后细节也是蛮可爱的，就是这个，然后也有口袋。有口袋，然后袖子有松紧的关系，所以我可以稍微把它拉成五分袖长，然后有点泡泡袖的，推荐。喜欢这种宽松风的人推荐。然后呢，接下来是这个，我的吊带洋装，我怎么都是洋装。吊带洋装很可爱。吊带洋装，然后我喜欢白色。反正他们两个人都有放入清单，都是 Kony 的衣服，都是 Kony 衣服，没错。我就不多介绍了，总之我自己是买白的。我今天有穿白色出去哦，然后还有这个，这个算是蛮突破我的耶，就是我不太会露我的肚子，因为我是有小腹的人，但这件好看到我觉得，这件真的很好看，对，这件好看到我觉得可以，然后搭配我的白裤，这件白裤我觉得，因为我还有进过别款的牛仔白裤，是比较薄的，然后我觉得有一点透，然后外加太薄了，因为下半身白色比较容易显胖，然后我觉得这件是够挺的，就是可以收我的大腿肉，所以我觉得这件是 OK。然后这样一套我觉得是很好看，很好看，而且这件裤子搭起来就是它不会露太多腰，没错。然后上衣我是喜欢咖啡色，咖啡色好看，对，咖啡色连黄肤的人穿都是好看，推咖啡色，对，期待可以穿它出去玩。你介绍完了没？还没，真美，还没。然后那个美式 U 领 T 就是很基本款 T， 然后我个人是喜欢灰色，因为我还有我的清单里面还有这件白裙跟那个铁灰色裙子，我有两色，白的跟灰的，那白的话我就可以配这个这样子，就很轻松，然后扎起来也可以，然后 U 领 T 对我来说就还蛮舒服的，然后又显瘦，因为我上胸比较有肉这样子，所以就适合我。好看，那件 T 恤真的穿起来很舒服。然后还有我个人，他们两个都没有放入清单，因为他们两个懒惰鬼，但是他就是推荐要买，因为这件布料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就是放在更衣室里面被他们蹂躏过，就是被很多衣服压折过，它是有皱褶的，它需要整套，不过它就是一件光泽感非常强，有光泽感真的很美啦，但是因为它要整套，对，简约 V 领的光泽衫，然后裤子还有推我的这种，我的老爷裤嘞，我的压折宽裤头，它是这个，还有我的这个灰色的宽裤头老爷裤，然后这件呢，它跟卖场搭的这个衬衫，他们是很可以搭成一套，不过因为衬衫我有很类似的，所以我就没有带衬衫，然后就推荐这件裤子，然后我个人是灰色的裤子，然后格子裙，格子裙很瘦，推黑色，因为我搭上半身黑色，我觉得又帅又可爱。就是帅气又可爱的裙子，帅气又可爱裙子，黑色。我要结束了。然后这个混织纹裤是他们两个人都喜欢上个月的，但我喜欢这个月的，因为我觉得够挺。然后参加一些比较重要场合的话，我觉得这种裤子就是随时拿出来都很可以驾驭。这个月就真的比较挺。对，真的比较挺，稍微是正式一点。然后就是要参加
重要场合或去比较高级一点的餐厅吃饭的话，我觉得都还蛮适合的。接下来，最后。你的小黄裙，哦，你难得有其他颜色，对，它平常都是黑的。对，这件我今天拿了黄色。这件我觉得，老板赶快约他出去玩，他约我出去玩，他约我出去玩。这件我觉得很可爱，而且拍照很上相。嗯，我自己私底下还不是很喜欢拍照，但为了这件洋装，我觉得好像是可以，就是拍一下网美照，真的。去个完美餐厅拍一下照片，没错。好，到此结束。哎，裙子还有灰跟黑，不要忘记。好，灰跟白，讲错，灰跟白。刚刚有。